今天呢，把昨天剩下的那几个高难度的那个水钻眼子打了，打了呢，将就把这个就是我们打出来的水钻岩芯全部把它取出去了。然后现目前的话就剩着一排一排的呢，到时候把它打下来，然后呢还是要推进到那个位置去，相当于打了这一排的进度，还有一排。整了之后，我估计的深度还要差那么1、20厘米。然后这边也是打了之后呢，前一天是把那个位置打穿了，就最角落的那两个孔是打到外面的地上去了，所以说这个石头呢，它有一定的斜度。然后呢，我们到时候把这一排取出来了之后呢，就看得到具体的情况了。